艺人大 S 和老公汪小菲结婚如今已四年，2014年更是生下女儿汪希月，其生活也多是围绕着老公和女儿幸福美满。10月6日，也正值其39岁生日，老公汪小菲和女儿也温馨为她庆祝生日。汪小菲更是别有心意地送上玫瑰花造型生日蛋糕。当日晚，大 S 晒出老公为自己庆生照片，并甜蜜留言：“谢谢老公的疼爱，我很幸运。”照片中，大 S 怀抱女儿小月儿，甜蜜地与老公在生日蛋糕前合影，粉丝也纷纷送上祝福：“大 S 好幸福，有女万事足，生日快乐，美丽的一家人。”大 S 曾自曝，在怀孕期间，体重一度胖到79公斤，如今看上去，其已然恢复到孕前好身材，也惹得不少网友大呼辣妈。艺人大 S 和老公汪小菲结婚如今已四年，2014年更是生下女儿汪希月，其生活也多是围绕着老公和女儿幸福美满。10月6日，也正值其39岁生日，老公汪小菲和女儿也温馨为她庆祝生日。汪小菲更是别有心意地送上玫瑰花造型生日蛋糕。当日晚，大 S 晒出老公为自己庆生照片，并甜蜜留言：“谢谢老公的疼爱，我很幸运。”照片中，大 S 怀抱女儿小月儿，甜蜜地与老公在生日蛋糕前合影，粉丝也纷纷送上祝福：“大 S 好幸福，有女万事足，生日快乐，美丽的一家人。”大 S 曾自曝，在怀孕期间，体重一度胖到79公斤，如今看上去，其已然恢复到孕前好身材，也惹得不少网友大呼辣妈。